小小，起这么早，没吃早饭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饭？这是，刚刚路过前台看见的。这个是男朋友送你的吧？男朋友对你真好。 你这腿只有多活动活动才会好得快。行了啊，干活还差我。你的腿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就磕了一下，这没事。你是不是在车上跟人打架了？程叔叔，他其实……爸，我这腿就真没事。 就是摔了一下，我去车场是工作的，没打架。一天到晚也不干个正事儿。这骆家恒也真是，跟恒星合作完了，还能把我照片拉这儿。我倒要看看，给他收起来，他什么时候能发现？ 笑笑，你起得真早，谢谢。哦，陆深也会参与到下部的项目。好啊，瑞克就我一个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哦，对了，戴总，笑笑，我给大家带了好吃的。 谢谢。那，你最爱的抹茶味的。谢谢师兄。那我们瑞克就在这儿办公了。行，那我们包瑞坐那儿。陆深，你坐这里吧。哎。笑笑，这有两个新方案，你看一下。好。 左边一点，再靠左边。哎，再往下，那边还挺脏的呢，用力一点啊！非常好。哎，我说行了吧？啊，行了吧？行了吧？什么行了？还这么脏？ 怎么可能行啊！我干活你就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也不知道搭把手。哦，我今天好像吃错了东西，肚子特别疼啊！哎，我说骆家少爷，我一让你干活，你就在这儿给我装病是吧？哎，真的，我肚子真的很不舒服，你还是赶紧擦吧，还是很脏的。哼，这次我就放过你，等下次。 我逮着你干活的时候，这也脏啊！行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蓝色。笑笑，没吃药吧？嗯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可笑？你看吧。 这可笑吗？不是，你得听那个凄惨的背景音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陈峰明是二级伤残呢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这倒是，这的确没那么夸张。哦。
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，晚上把那个报告交给我。好的，戴总。你接着忙啊。好。小心点啊，路上。好。笑笑。啊。这是新的数据报告。 戴总和程风明最近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是吗？在米娅的时候看到他们，还挺好的。他俩挺好的。笑笑。嘉恒。你来干什么呀？你和恒星什么关系？我来接笑笑下班的。你看。 我还买了巧克力大福给你吃，我最喜欢巧克力了，谢谢嘉恒，走吧，走，师兄，那我们先下班了，拜拜。